分数分数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知道其他两队的名吗？不，不知道，知不知道？第一名，第一名。好了，第一名。好，你们叫什么队？那是天天麻辣吧？你们是什么队？一起叫。来，这队什么队？三。第一。好，那大家好，我们是不要不要关的关注。那我是夏雨，然后这个关卡要玩的游戏是海洋生物食物链。那有人知道食物链是什么意思吗？不要叫做熊小宝啊，叫翁来食物链。这样太难了，他们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来，没有分解者，还有二代分解者。那太难了，我们小乙看每个都张嘴巴了啦，每个都张嘴巴了。很简单的解释，什么？知道我，就是一只二只三的。其实草莓，草莓第一个，最小的，对，第二个，最小。换我讲。好，那其实食物链的概念呢，大概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大鱼吃小鱼的这个概念。哦，那可能是一个金字塔，大鱼吃小鱼。一些比较那个常见的一些生物啊，像是虾啊、螃蟹啊，这些，他们大概是吃什么？那其实在这一段，在这个食物链里面，其实他们都是在吃。你看再过来啊，看白眼章鱼、石斑鱼、白眼冲浪鱼啊，不要玩了，这个重点这一类大概是中型的这一类。那到最上面呢、啊，数量是最小。那就是也是比较大鱼，像是金鱼啊、鲨鱼啊、鲑鱼啊这一类大鱼，大鱼太多，没有吃过啊。那我们刚刚有讲，最上面的鱼类数量越多还是越少？越少，因为能量越少越好。是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玩一个游戏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像我们大家讲的这样，越上面的越多。那我们会唱捕鱼歌吗？就那个百浪滔滔问问他会吧，会对不对？应该会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大家都很多都在跟你讲，刚刚那个我们有台下讲，这个是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大家就是想象自己是小鱼、小虾、是蛤蜊、是小螃蟹，什么都可以，好吗？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会唱捕鱼歌，那唱完的时候猜一次球，就是找。在乱家里唱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没有，可以。那输的人就要到你的剪刀石头。唱完一次。没有，我只对他而已，好不好？剪刀，我们请这两个录个声。就是，好了。那我们现在热身赛节奏，等下面开始比赛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剪刀，摆浪长长卧铺。只要一颗星你没参过啊？就猜拳，猜拳，猜拳，不，哈哈吓到了。好，那输的人就要搭到那个赢的人后面搭肩，就被他吃掉了。回合的时候，他再去找另外一个赢的人再猜拳，再给你猜拳，这样懂吗？不，好了，那我们玩看就知道你们懂不懂。好，来，我们预备，预备。那待会啊，没有分队，你们高兴找谁猜拳就找谁猜拳，可以吗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好，准备开始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还没，还没，先找人，先找人。大鲜花，大王下水把鱼打，不挑大鱼小。猜拳，没有猜到的，还有谁没有猜到的？一颗星，加油！这里，还有谁没有猜到？我们这里过来，还有谁没有猜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现在两个，两个猜。没有，还有谁没有？快点！谁
对，开始。海浪滔滔，我不怕，等一个往前滑，等最长最的一家，不要白一下，哈哈。开始。抓石头布，来抓石头布。再确认一次，三战两胜，三战两胜。接他胜负。一次一次一次定生死啊！是开心输了，到后面啦，一颗星。排呀排呀，哎，一颗星呢，哎，不算啊。我被他排前五。哎，快点啦！快快快快，排呀排呀。哎，快点去啦！不是你，没有，搭在一颗星后面去去去去去去，快快快快快！爸爸，爸爸，输给谁？谁谁？爸爸，你要点压轴。我又不是四名。好，第三回合。那头发干。他刚起朵往前花，霸王下水把鱼打，不挑大鱼小，哈哈。开拳。哇，那个小雨的好强哦！哇，长颈鹿把它干掉了。哇，蓝金输了，到后面。你太烂了，好烂。黑冠，黑冠低。他没有比你烂，你开车才是稳。看一下谁是。鱼越来越大条了。哇靠，花栗鼠也带一队啊。黑冠哦，还有谁？长颈鹿。长颈鹿，哇，我们。超厉害的，超厉害的。风雨路各一个代表。啊，风雨路各一个，真的，风雨路各一个。第三课了，开走了。张起朵儿往前划，大王下水把鱼打，不挑大鱼小，哈哈！再给一起啊，石头布，一颗星，你惨了，石头布，一样啦，一样啦，鹿哥哥，鹿哥哥，请到那个，我画石头鱼三次。来，风雨对决，风雨对决。黑板，能赢的，能赢的。没有，石头鱼三次。所以风最赢喽，风最赢喽。我只想吃石头。孩子们，接好，接好，接好。我们要分散了，我们先恭喜今天这次要让我们分散了。花栗鼠啊，风。花栗鼠，我们变成三个人了。猕猴风。好分散了，这是第一名，然后第二名是，他们都每次都第一名，对，第三名是三个。